好，小朋友，接下来也是习作的33页跟34页。好，麻烦你现在要拿出来了哈。还有，take out your pencil，铅笔要准备，因为这是一个练习哈。那刚刚，老师呢已经复习了那么多的 phonics 哈，这一册的 phonics。然后呢，这个习作33、34页，哈，Part B，read、write and say。他说呢，请将单字依照母音音组分类。什么叫做母音音组？就是这个。好，他好像，我都帮你分好了啊。哈，这样这个是add，对不对？add 红色的，你看红色的 add，然后这是 at，然后这是 it，然后这是 at，然后这是 up。然后这是一个，好，他已经帮你先设定好了有六组，那你就把这个泡泡中的泡泡中的空格，这个是泡泡里面的空格呢，然后呢，你把这些单字，现在这个浴缸的单字写到，就是分类，按照这六个分类写到这个泡泡中的空格，然后呢写好，你先分好。然后要一样类的哦，像这个，add，对不对？这个单字先写好，写好之后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对答案的时候呢，就一起来念。All right，好，请把老师这个影片按暂停，开始写，写完你再继续按播放。好，小朋友，刚刚这个电子书没有解答哈，所以我直接给你看我这个解答了。然后你先看一次你的分类都正确吗？其实很简单嘛，你就看这个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红色的，我说红色的嘛，哈，这个 add，后面是 add 的单字写一起，然后这个。后面是 at 的单字写一起，然后后面这个是 at 的单字写一起，然后这个 at 写一起，然后这个 up 红色的 up 写一起，然后红色的一个写一起，对吧？你把它分类分好。如果你不是写对了，请你先把老师的影片按暂停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把整个三个字母的单字，好，念出来。但是你要先写对才有办法念哦。好，那假设你们都写对了，那我们要来念了哈。来，第一个，pad，pad，mad，m，add，mad，sad，s。Add, sad, but, cut, cut, nu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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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, wet, at, wet. Jet, j, at, jet, net, n, at, net, at, k, at, cat, bat, b, at, bat, hat, h, at, hat. Hop, up, hop. Mop, m, up, mop. Top, t, up, top. Fig, fig, fig. Pig, pig, pig. Wig. 我一个，we 一个。
好，老师念得有点快啊，那小朋友可以的话呢，你自己念念看。好，如果没办法直接把单字念出来，用拼的没关系。好，一定要自己试试看哦。